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汽车人小杨。今天我来带客户来提一台北京现代领动，这是一款2019款 1.5L CVT 致炫精英型的。这一款车目前优惠力度特别大，然后厂家金融给的政策也特别好。分期的话，厂家金融可以最低首付20%，三年无息，贷款66000。我们看一下车的生产日期。由于疫情的原因，现在生产日期都是12月份左右的，因为疫情持续了2个月左右嘛，所以说年后都没有生产车，这就是最新日期的。北京现代的内饰大家看看，中控台做的还不错，真皮方向盘、多功能方向盘都有，这个配置是手刹的。现在我们去展厅办理分期手续，去签分期资料。展厅看车的还是比较多的，现在车贷服务专区，现在客户正在签字，签完字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客户的资质还是比较好的，秒批。当时 4S 店条幅打的就是3年0利息，签完字等待放款，看到一个转盘。其实转盘怎么说呢，不管你怎么摇，基本上出现的都是一种商品。我看看他能摇到什么样，我来给大家摇摇看，让大家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不管你怎么摇都是一种商品，只能摇到一种。车载防滑垫，对吧，再摇一下。没错，还是车载防滑垫一个。领动这款车卖的不错，现在有好几台车等着交呢。这个是我们准备交车，马上回家，现在正在做交接手续。选车买车你不会，关注小杨能学会，希望大家给个关注。那你还想四个姑娘的一份呢？备胎在这下边的。不得四个吗？备胎就一个。